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。今天有没有觉得又比昨天再冷了一些些呢？哦，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是有吓到哎，因为昨天我问气象局的时候是说，下一波的冷空气确实会强，但是呢，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还在看，但是有机会会变成寒流吗？因为如果变成寒流的话，这叫做三级跳哈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当东北季风逐渐开始增强的时候，以台北市中央气象局的这个测站，好测到的温度，台北市假设已经低于14度的话呢，就叫做冷气团来袭。好，如果呢这个测站测到的是12度以下呢，叫做强烈冷气团，哈，强烈大陆冷气团。但是如果跳到10度以下的话呢，就叫做寒流了。所以如果接下来的到了周末的时候，真的会急冻到6度，这个6度是要指在台北市哦，这个气象局的这个测站有到达6度的话，那真的就是寒流了，真的好冷哦，那也太夸张了哈、哦。这两天还有15、16度，突然就骤降10度到6度的话呢，提醒大家真的务必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哈。那目前看起来中南部还是晴时多云的，但是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整个迎风面的北台湾有雨，好又湿又冷。花东偶尔有一些短暂雨，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，除了这些雨啊之外啊，风的部分其实也是很强的。好，那天气的状况呢也做一个整理。12月15号星期四的气温就可能跌到14度。那跌到14度，假设是以台北市的这个气象局的测站测到跌到14度之下的话呢，就是冷气团了哈。那周五还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很可能会变成寒流。台北市假设会测到1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的话，气温就跳水了哈。那预估本岛平地最低温是7度，那这个7度在平地来讲，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沿海空旷地区，金价也刮哦。但是降雨会趋缓，会变成干冷，还好是干冷哈，因为是湿冷的话就更讨厌，那个体感温度来讲会更低。好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心血管这个三高疾病的患者，好你可能会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，特别是头部颈部的保暖，因为你的血管很可能会因为气温的关系收缩，会造成血压不稳，甚至血管会有一些斑块的剥落，可能会有急性的血栓、中风，好心肌梗塞的风险也会大幅的上升。所以呢就是老长辈啦，好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三高疾病的患者，请大家务必要注意接下来整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再到6度哦。我请这个我们的制作人画了一个问号，因为持续我们还要再观察后头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哈。那包括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定期的量你的血压还有你的心跳的部分哈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保暖的衣物，大家到底准备好没？我昨天已经开始就是利用这个星期天哈，开始狂洗衣服、狂烘衣服哈，把这保暖的衣服都拿出来了。还有务必这个温热的水，好温热的汤饮等等的，另外暖暖包你也可以随时带在身上。总之请大家务必注意保暖，因为最怕的是什么呢？你只要天气一冷，好流感的病毒就开始蠢蠢欲动了。现在不是只有 COVID 哦，还有流感。那现在目前为止到今天，好这个流感已经有14例的重症，已经有3个人死亡了。医生就很担心啊，说通常在降温的第2个星期开始，流感的疫情就会升温了，到了第3周大概这个流感就会爆发。所以流感疫苗你打了吗？好这个也很重要。医生甚至预估今年的流感疫情会比过去前2年更加的严重，因为前2年我们很努力的在防这个 COVID 的情况底下呢，口罩啊消毒啊都做得很好，但是因为现在口罩已经部分解禁了，所以最怕的就是这个流感疫苗趁虚而入。那特别是小朋友学童的部分还有长者，很可能就是这个流感疫苗首当其冲想要攻击的对象。新冠疫情趋缓，诊所的挂号人潮少了许多，但是入冬天气转冷，流感病毒将大肆崛起，这让医师谢宗学忧心忡忡。因为他分享以往经验，通常当气温下降的第2周开始，流感病毒会慢慢升温，3到4周后就会正式爆发。尤其是0到4岁的小朋友，扩散的幅度最快，所以那些幼儿园呐，或还有校园，可能就要小心有流感的黑数存在。而现在口罩令松绑，医师担心若民众的防疫意识减弱，流感
疫苗接种率跟着降低，恐怕就让流感快速升温。我们预期今年因为开始疫情比较松绑，而且在解除口罩令之后，今年的流感疫情应该会比前两年要明显的增多。根据统计，去年流感季并没有出现重症患者，但是今年还没过完就已经有14名流感并发重症的患者，明显比去年大幅增加。而且感染的病毒株大多为 H3N2， 14例重症当中成人占了10例，有3例死亡，全都是65岁以上长者。流感在过去那只要有25%的人接种疫苗就可以，这一次因为免疫负债的关系，那可能至少要30%以上的人口有接种过疫苗。流感病毒来势汹汹，让医师有股山雨欲来的焦虑感。自从气温下降以来，已经连续一周每天都有患者验出 A 流，这是过去2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。接下来就要迎接跨年及圣诞节，医师提醒，除了幼童要注意，长辈更是不能大意。记者张子翁嘉宇台北采访报道。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